我翻嚟第二節嘅啤你晚報，呢、這個黃敏超真係好撚神秘，我覺得呢、這個榮總會長。嗯。阿方力申揾咗佢半年，佢真係唔撚知佢撚咗邊。哇！今日就直情接受埋商台訪問添。OK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嗱，你話點樣開放都好啦，其實咧，即係都係越講咧就越一嚿嚿。啊 ，OK， 唔緊要啊。咁啊，希望咧方力申啊、大勇啊，繼續追擊佢啊，唔撚使俾面我啊。啊，好啦。今日黃敏超啊、接受訪問，喺在晴朗的一天出發，承認啦係確然有殭屍會，啊冇得唔認啦啊！因為點解咧啊？正式屬會咧73間啊，但係咧兩成，咁你兩成咪真係15-16間咯？喺過去兩成咧，喺過去幾年係完全冇任何活動嘅喎。兩成喎，10多幾間喎，完全冇任何活動喎。屌你，你搞下咩冬季冬泳會好啊，冬咩渡海泳都好啊，冇任何活動啊。嗱，黃敏超接受回應訪問話係有殭屍會，咁點解唔整頓啊？都冇人提過出嚟，好嘢喎！即係冇人提出嚟，你就唔整頓？屌你老母，你翻屋企瞓覺啦，做會長嗱，喂大家嗱，我哋要睇下，咁過去呢幾年嗰啲投票。OK， 有冇呢兩成殭屍會有冇投過票？唔該，將啲記錄攞翻出嚟。係啊，有冇投過票？嗱，未有追擊佢啊啊！同埋係咪真冇人投訴咧？嚇、啊！攞啲記錄出嚟睇。佢話喺冇大影響下，咪冇處理咯。佢又話流動性不足啊，係由於部分泳會未達開辦年期運動員標準，總會啊從未設正式嘅屬會上限。嗱、啊，佢咁講嘅，即係咧，其實佢咧就串鳩阿方力申。佢話：喂，你唔達標準喎！如果你達標準咧，我哋係冇上限嘅。你講啊！唔需要人哋退會，你都可以上嚟嘅。嗱，如果正常嚟講應該係嘅，咪加大咯。你由81至82，即係嗰個投票，永遠都係冇問題噶、不過人哋真係上唔到嘅喎。好啦，方力申咧就回應就話：佢話好明顯殭屍會有問題啦，係嘛？喂，泳總資源不足咧，咪更加應該開源節流咯嚇。佢話黃敏超話殭屍會一直有協助推動泳壇發展，咁我想問一下，又話佢係殭屍會，嗱咩叫殭屍會冇任何活動啊嘛？咁冇任何活動點樣推動泳壇發展咧？係咯，啊咁啊話得好串嘴啊！阿方力申、阿小方，咁黃敏超就話咧，如果泳會想升班咧。考慮的條件包括運動員數量、開辦年期，他說升班條件基本上不是那麼難，他說部分正式屬會以前曾經達標過，後來內部因素減少參與競賽甚至成為殭屍會是可以理解的。 OK、我都可以理解，不是啊，我都覺得是啊，那有時候喂你譬如做幾十年不要做我都理解啊，就除名咯，就除名就行了，不要讓他投票，是啦，那就除名就行了，他是拿資源的、好啦，攞咗錢喎、唔係啊，攞錢唔做嘢喎、佢真係攞咗錢咧，我覺得都好地地啊，我都明啊。嗰啲殭屍會真係攞咗錢，我最驚咧，有啲甚至乎可能真係個創辦人都唔喺度啦。喂，我仍然保留個會籍，或者你之前攞咗個授權票，我就照去投一啲對我哋呢個仲喺度 existing 可以攞著數人分大啲個餅噶嘛。屌、喂，真係佢啦，佢話咧，今次有人提出嘅，咁大家咪可以傾下咯。咁我再講喎，唔係有人退先俾佢上嘅，冇呢物嘅個數字。你講啊，佢係咁講嘅。攞個白紙一隻嚟睇。佢係咁講啊，冇呢物嘅數字。好啦，咁但係既然係咁，點解嗰個流動性咁低啊？佢話咧，黃敏超就話嗱，人哋問佢，咁喂，你話唔使退出都可以上噶嘛，夠資格就可以上噶嘛，咁點解流動性咁低咧？黃敏超點答咧？我哋唔會限制泳會升班嘅，但係香港人口泳池有限。泳會數目到達一個程度就會飽和，人口可能會慢慢減少，屬會就會慢慢減少。你答咁乜撚嘢？我冇撚嘢啊！仆街，一時又人太多，一時又話人口減少。你答咁乜撚嘢咧？人哋問你就係話，喂，關於嗰、那個即係下層屬會嘅升班，嗰個流動性嘅話，你又答屌佢老母！就香港人口泳池有限，泳會達到。泳會達到一定數目係會飽和㗎。喂，咁如果泳池啊，咪更加要踢走啲殭屍會。係啊，更加係啦。我話佢哋有攞，又話可以攞水線，又呢樣嗰樣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佢話呢啲問題一路都有嘅，關於殭屍會啊。
不過運動員數目就唔多，屌你佢有冇運動員啊？嗰陣時會都話明嚇，咁啊佢有幫手推動嘅游泳發展啊，有幫手啊，投票俾你啊，咁啊所有小方咪話咯，仲幫手啊嗱，咁嗰陣時會好啦。當主持再問嘅時候啦，黃敏超就話：喂，仲有會要開。總言之咧，香港人口有一定數量，泳會數量再多都未必太多人申請加入。升班制度咧，應該從廣義角度嚟睇，其實你想表達乜嘢？成條表唔表達就係話你而家個制度好得好。升班制度從廣義角度嚟睇，廣義角度係咩咧？就係喂，香港人口一定數量，泳會數量再多都未必有太多人申請加入。於是乎講嚟講去就唔需要咁多泳會咯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其實你都答唔到喎，焦點就係殭屍會，就係牙撚咗喺度，唔 active 嘅，佢唔做嘢嘅。佢係佔據資源嘅，投票權嘅，佢冇達到嘅。我同你冇講啦，明明啲人話係白紙一紙，你規矩寫到明，係要正式水退出。你而家又話從來冇喎。比較冇喎。咁啊，邊個講大話咧？咁攞翻個條文出嚟睇咯。咁啊，方力申就話咧，都講嚟都嘥氣啦。唉，我而家就係質疑泳準嘅管治能力咁解啫。佢話而家最制度最簡單嘅例子就係要屬會退出先能夠申請升班。黃敏超話唔使啊嘛。黃敏超話唔使啊嘛。佢又話。殭屍會不走，今天影響下面升班，究竟會長知不知道他們自己定立的規矩的？哇，我真的未必知道。他講大話咯，係啊。喂，老實講啊，我估佢真的不知道，佢冇睇過條文。你唔知道，而家係問題就係話你接受訪問今天上嚟，就算你不知道，我作為會長未必一定真的知道，我又同意喎。咁你是不是臨上嚟之前都看一看啊？呢啲實要問的啦，而家人哋就是當緊你呢樣嘢啊嘛，係咪？佢話。跟住最後咧，佢都係質疑，佢淨係想問下會長啫。喂，殭屍會有咩途徑嚟推動發展咧？我都想知。我都想知。屌你老尾咁撚犀利啊！可以即係又係殭屍會又可以推動發展喎、啊、好啦，唉，咁另外呢個又係廢嘅何君瑤嗱，今次咧真係佢俾支張好牌啊，卓永興上喺立法會，立法會而家講呢啲問題嘅，就話點樣處理露宿者問題喎？因為露宿者會影響市容。嗱、啊，佢話有陣時發現連中環都有露宿者，包到好似火星種咁攤曬人來人往嘅地方，問政府如何處理？嗱、啊，其實咧，我哋佢點樣諗呢個問題咧？佢去問呢個問題，係覺得因為我哋好撚憎阿何君瑤啊，好不仁義。喂、啊。定係因為我要從政治正確，喂唔通真係趕鳩啲露宿者啊？其實都有，我而家都仲喺度諗但係如果你用影響市容咧，我就真係好反感嘅。哇！咁有好多大陸人嚟香港，依家先唔輸都瞓街㗎，即係瞓街啊，瞓公園啦。咁嗰啲影響仲大嘅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就好唔中意你啊！喂，老實講，我哋每一個人喺街見到有露宿者咧，都唔會開心。但是我真的不喜歡用影響市容，因為其實老實說你去到哪裡都有，你需不需要拉去拉坐監啊？你去到哪裡都一定有露宿者更富裕的地方，甚至乎講緊2019年之前，甚至乎即係我哋經濟最好的環境1990即係回歸前都有的，貧富懸殊都會有的，都會有的，實會有的。阿濟公講啊嘛，即係阿周星馳啊，皇上呢個世界有嘅黑衣唔係丐幫話事啊，係皇上你啲政策佢話事啊，你做得唔好咪多黑衣咯。不過有些情況咧，你都有啲情況你冇得搞嘅，即係好似就算皇上做得好好咧，都總會係會少啲嘅，但係總會有嘅。露宿者啦，就同一啲有啲唔同咧，即係譬如我細個嗰個年代係多好多嘅，即係多好多嘅啊！即係嗰啲頭髮餅餅啊，因為嗰時精神科醫院又近唔係冇啦，直情係接近啊。咁佢咧，阿卓永興咧，政務司副司長就話。露宿者就不是純粹環境衛生的問題，但是露宿者是人來的，是吧？要去驅趕他們不難做的，但是你今天驅趕他們在這裡，第二天他們走到油麻地，你在油麻地驅趕他們走到大角咀，是吧？殺了他說，所以真的意義不大的，他們呢會按個案處理、由多個部門參與，譬如找社署跟他們了解情況，為他們安頓臨時工作、跟他們找事做咁啊！你話我哋都盡量會勸喻嘅，唔能夠一刀切嘅。至於你話透過政策咧作整頓咧，係唔現實嘅啊。係我哋要平衡使用，不過都要人性化咁處理啊，人嚟噶嘛，露宿者。喂，你估佢想做露宿者啦？喂，
今次阿卓永興咧，即係 A.O. 出身啦佢。喂，都嗱，佢冇咩具體嘅嘢答到出嚟啊！佢比較具體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人性化處咧，要 case by case 揾社工跟進啦，睇下冇同佢揾工啦，係嘛？係，我都希望整頓市容，但係都要人性化處理人嚟噶嘛。喂，起碼四平八穩啦，啱唔啱啊？你會唔會話影響市容？即係何君堯咪好似納粹咁喎？呢啲老弱嘅殘疾嘅拉曬去集中營。但係同一時間喎，屌你兩尾啲撚樣落嚟屙屎屙尿啊，瞓街嘅你又唔拉搞鳩佢哋，咪就係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另外咧，呢一個62歲話好後生啊，嘅男子，2021年8月接種完第二劑科興疫苗之後，第二朝死咗。4日嘅死因言訊之後咧。死因裁判庭的裁判官周志偉咧，今日引導陪審庭就提出死於自然、死於意外同埋死因存疑三個選項。三女二男的陪審團退庭商議5.5小時之後咧，就3-2裁定死於自然。OK， 咁家屬咧就當然佢話都感激法庭啦，啊，亦都做唔到啲乜嘢啦。不過爸爸點樣死 ？OK， 一家人都知道發生咩事啦。他哋唔會排除爸爸死因係同疫苗有關嘅 ，OK？ 好啦，我哋睇下呢個係咩人嚟先？曾慶成62歲，1959年2月喺內地出生，其實62歲好後生啊，做保安員嘅。2021年8月6日下晝喺東涌某私家診所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之後，喺診所休息咗1.5小時，當時冇任何不適或者異常感覺。第二朝。在家裡呼吸困難就不省人事，救護員到場急救電擊不果，送到北大嶼山醫院搶救就無效宣告死亡。 OK， 好了，死因裁判員裁判庭呢就找些專家來啦，是吧？那些專家呢就是醫務衛生署的專家、啊、那就說呢看回去呢那天那個情況呢就是沒有證據證明他是打了針，那你永遠都沒有證據的、打了針呢是影響的。他說呢高水平的免疫球蛋白 IgE 就不具指向性，他說不足以判斷死者是否因為疫苗出現過敏反應。其實所有個案你沒有賠償沒有成的都是這個這樣的講法的、好了，而州個法官引導陪審團的時候咧，就係話咧 ，OK， 如果陪審團接納死者因為自身情況，因為佢有糖尿病嘅成啊嘛，因為個動脈粥樣瘤導致冠狀動脈阻塞，引致心律不正致死嘅，係同科興冇關嘅咧，就可以裁定佢死於自然。如果認為咧死者因為接種第二劑科興咧，然後誘發過敏反應。然後引發過敏反應嘅，會有冇可能咧？有可能嘅喎 ，OK， 就可以裁定死於意外 ，OK。如果認為言訊入邊冇足夠嘅證據作出結論咧，就可以裁定死因存疑。咁而家就係3-2咧 ，OK， 裁定死者死於自然，經過5.5小時，即係話佢哋認為死者係因為動脈粥樣瘤導致冠狀動脈阻塞，引致心律不正致死。呢一個咧，動脈瘤。瘤樣動脈粥樣瘤導致冠狀動脈阻塞咧，引致心律不正致死咧，就係佢本身嗰個糖尿病啊，嗰樣嘢啊 ，OK 解剖驗屍就話咧，死者有冠心病，90%心臟主要動脈嘅分支有阻塞 ，OK 好多人都有冠心病嘅，係嘛？亦都真係有人有90%嘅喎，但係你話有冇可能係呢一個科興誘發佢，令到佢塞得仲更加勁咧？我唔知咁但係咧，你問我咧，即係我唔知點解3-2嗰兩個係佢冇講佢乜嘢，我 at least 我就會判啲，我就會投死因存疑。我唔知其他兩個而家3-2啊嘛，係投咩？因為你實在太過。我不能夠直接，因為你話係然後就科興引發，然後即係有病發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死於意外啊嘛。我又證明唔到佢係咪即係然後病發㗎。咁佢本身喂原來
屌你老尾，都塞咗九個個心臟個動脈管塞咗個咯喎，嚇、啊、九成心臟主要動脈嘅分支喎、哦，唔係講佢條，佢而家講分支喎、哦，唔係講佢條大動脈喎、哦，嗯，我真係唔明佢哋點解會判呢個死於自然咯、哦，係咪真係咪真係嗱、啊？我當佢冇打。冇打呢、這個啊科興疫苗。如果你的啊動物分支有九成動物分支有阻塞，係咪會咁迅速死亡呢？嗯。咁啊，你覺得你個大家覺得點樣啊？啊，即係我覺得我就起碼我會半死因存疑啊，係嘛？我唔夠膽話一定係關佢事，死因存疑咯。但係可以用死於自然啊，所以佢個仔講得好啊。咁我哋都冇辦法㗎，尊重佢判決咯，多謝你咁辛苦咯。不過我哋家人有自己嘅諗法啦，係嘛？你要仲打科興添，好休息一陣。